这是 Taipei Worker 全新的计划，从九月开始，两个月一次免费的 Japan Worker 别册，然后就是附在那个 Taipei Worker 杂志里面，包括了逛街啊，然后旅游美食啊，娱乐啊等等的那种情报这样子。那因为是日本的出版社做的咯，所以公信力当然是很高的咯。还有本人的全新单元，我的专栏 Why Japan 第一期，为什么要住大饭店，敬请锁定支持 Japan Worker by Tokyo Worker。